我500块钱现金不见了，还有4盒烟，也不见了，然后同时他在自己的手机短信里头发现有自己的信用卡有1500块钱的这个刷卡记录，监控看不到，他也是个外地游客的身份，可能不易被追查吧。虽然这个大雾非常大，但是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摄像头，尤其是近景，它虽然是能见度比较低，但是呢，它这个不影响我们这个摄像头的工作。